我要对酒当歌。说到酒啊，本来啊，我早都忌酒了啊，年轻的时候喝过酒，好酒，后来我忌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想忌了，不想喝了就忌了，后来这不到了老酒馆这儿啊，这又给捡起来了。我有很多场戏是真喝的，比较重要的戏，对对，一定要有一点点酒来饮一下。我跟这个，比如说跟古三妹斗酒，就基本是真喝，开始斗了一点在屋子里，然后荡秋千那儿，那不是一天拍的呀，那还得接呀，然后就还得再喝一点。我要对酒当歌。我觉得这种距离感其实是年龄带来的，倒并不是因为其他的，因为对于我来讲，真的是看着宝国老师的电影长大的，这真的不是一句玩笑话。这一次合作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粉丝见偶像的心理吧。演第一个镜头之后，宝国老师就拍了拍我，我觉得就给了特别大的一个鼓励吧，这个是真的。因为其实像我这样的演员，其实能鼓励我的人已经很少了，但是那种紧张，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特别小的时候演戏的那样的一个状态，但是会很幸福。我要对酒当歌。哎，你跟陈宝国有对手戏？我没有，看他拍戏了啊，他好几场戏我都在旁边看，非常遗憾，你合作更紧张了，幸亏没对手戏。